看看这是啥？用小鱼儿给大家做一锅奶香的爆米花，点开倒进去。这个不要，开火。好，可以搅拌了。哇，好可爱的小鱼儿！你们知道这是啥吗？它是虾片啊，就是可以，类似于薯片那种东西。那应该就是虾片，它会膨胀的。来，开始搅拌啊。还有什么可以跟和爆米花一起炒的？你们说一说，还有什么可以？哇哦，一定要搅拌均匀啊，受热均匀，爆米花才能爆开。哇哦，看到吗？哦，膨胀了，哇塞，哇，这么快吗？太快了，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呀，比爆米花爆快多了啊！哎，爆开了，爆开了，给它盖着，我觉得会火稍微小一点，我觉得火太大了。关火，哇，好成功啊，我都没晃过，它都能爆这么远，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爆的这么好？来，三二一，开盖子，哇塞，巨成功，太棒了吧！先吃一颗小鱼儿，尝一口。哇，嘎嘣嘎嘣脆呀，好好吃啊！再来个爆米花。哇，太好吃了！太好吃了！